行什么代志？有录到他来，对对对对，他刚刚说 hello， 他走了，一来就来了，是，我们是我们催生，对对对。好，现在要去酋长岩三点，今年的第一次酋长岩。好，前面一个大哥说他站一下午了，然后今天有交尾，现在他站在那个山头上，哇，新欧啊，哎，可以，但我这边都有在录影，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对对对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快上镜头。真的？啊，我都在录影的。他好可爱哦。口罩应该还好。它的一只叫什么鸟？扭转的。扭转。扭转。可以。谢谢啊。不会。飞了。亮。哎，灯下了吗？灯下了吗？好，再拉弓。在拉弓而已。所以这时候公鸟光线很漂亮。哦，怎么紧张了起来？有点紧张了。公鸟的动作比较多一点。快下山啦！卡吧哈。有吗？有啊。现在这只是，我现在在录影哦，所以我没关系，我拍给你看。我在山顶看，这是母鸟，在那边山顶上，有山顶人拍的。这是母鸟，然后公鸟是在这里，这里有的在动，这边是公鸟。对。那个。对，有两只，它比的是公鸟，对。因为我刚好看到白点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？公鸟飞了。哦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咖啡机跟母鸟在一起，它在交尾。交配。对，交配。中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你看，我们一来它就交配了。对啊。哎，李工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这台有录到，对，他刚刚 say hello， 他走了。你们一来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催生，对。你们那个母亲节可以来，
它那个雏鸟出生的时候会在这边山头这底下是这边山头上飞。哦。对。哦，雏鸟。会很可爱，对。所以到现在，所以你知道他们是现在是繁殖，对，现在你是故意要来陪他们交配，对，现在交配季节，对。好可爱哦、喔，它眼睛是黄色的，嘴巴也红红的，高嘴高嘴。这台是360，厉害。我有在录影啊，哈。还可以，对，没戴口罩帮你马赛克。还好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还好。有没有什么？对，只在看鸟而已。啊，一时间录起来就对了。哎，啊，荧幕就是安尼调。怎么调这么假呢？就是照着。啊是，啊是，这么好嘞呀。对啊。是哦。等下，白白就这样有无？嗯。哎。嗯。都是一样。没有，这一只是这边的，这一只。对啊，就这只啊，这边那只啊。啊，你这个是那一只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啊。好聪明哦。很聪明哦。你还要蹲下来。那个录影在动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哥，谢谢你啊、哦。不会不会，嗯，五月可以来，洪金姐可以来，谢谢。哦，今年提早收工了，我还是会来会来。来了来了，飞了。母鸟蹲下了。哇，公鸟没有来。公鸟没有来，一般是抓鸽子，对，台湾这边鸽子太多，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们这个是要记录它一整年的那个？差不多，每天来，没有每天来，假日才来，太上班了，太上班了。当地的，这个没有没有，就自己拍好了。哎呦，好大声啊！是他在叫吗？不是，另外一只还在哈。是啊。不是他在叫啦。哦，这怎么大声哎？所以另外还有一只跑，忘记带望远镜来，不晓得在哪里。哦，他很忙哎，他吃的很认真，没时间叫。拜拜，拜拜，五月天来啊，母亲节。插嘴。大便。欸、不大，啊 ，sorry， 我们要想要拍这个位置比较，对啊，有抓痒，是迷鸟，是迷鸟吃饱。现在公鸟还在吃啊，今年的酋长年，有准交尾，你是360，拍得到，住了住了，母鸟，公鸟在插嘴，公鸟在插嘴了，公鸟在插嘴，左线预备，这只是公鸟没错。收工，收工，拜拜了，母鸟，爱死你了。OK， 哇，夕阳很漂亮，现在回家了。2023年的第一次酋长岩交尾成功，360是不错。对啊，嗯，拜拜。哪里来？啊，我住八斗子而已啊。啊，八斗子，对，很近啊，很近。而且今天的游客都还蛮不错的，大方，对，像以前我会跟他讲说我在录影，有些就不来了，那我都把它删掉。但今天我
一直这样讲，我在录影啊，他谁鸟你啊？他们就是要看啊，谁管你在录有没有在录影？然后有些就是说没关系啊，哎呀没关系啊，就以为是疫情关系，但是其实是因为我要他们帮他马赛克会变麻烦，戴口罩会比较好，没关系啊。OK， 回家，人不错，真的 feel 不错，漂亮的。元旦，现在是元旦假期，元旦假期后一周了，漂亮的2023年开春第一炮，酋长岩有准脚尾，回家，还没去缴钱。